就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嗯，哎，嗯，祖传的按摩手法不仅能够舒筋活络，还可以专治各种情绪不佳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，小顾总？嗯，喜欢。力度还可以吧，小顾总？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师傅让我查岗，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。不过，你可记得在师傅面前说的话，不然早晚还得挨一刀。帮我起来。怎么样，还是我爸的青龙刀厉害吧？那可太厉害了。何主任，我是静静，顾荣现在不方便。哦，静静啊，请带话给顾总。董事长最近身体刚好些，就不听医生的话，乱吃东西，请顾总有空回来劝劝吧。他的话，董事长也许能听。好，我会跟他说的。啊，那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是何主任打电话过来，说爷爷的事情，我们找个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吧，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爷爷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就是听何主任说他又乱吃东西，不好好听医生的话。哎，这倔老头真不让人省心，明明知道自己心脏不好还乱吃东西，非得好好说说他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他一块吃螺蛳粉啊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一会儿可千万别跟爷爷说公司的事儿，他身体不能着急，我们得装作若无其事一点。好。嗯。哎。放松一点，像我这样。嗯，嘿。嘿。嗯，再来一下。嘿。走吧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嘿。耶。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爷爷，哎呦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都睡着了。看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，螺蛳粉 ，bingo！ 馋这个我好久了，在家养病啊，就是憋得慌，早就该出去吃吃了。我懂你吧？懂我。在家也没耽误您乱吃啊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看看，高油高汤，热量炸弹。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您吃这些东西，您自己三高您不知道吗？你给我放这儿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我现在不吃，等我躺进棺材再吃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这么大的时候穷啊，我就馋这口桃酥，馋得掉眼泪都吃不上。现在这好日子过惯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我们老一代的苦。你我知道您辛苦，但您现在的身体不是不允许您吃这些东西吗？您看看您的心脏都打两次桥了，您不能因为嘴馋您就不管不顾啊。我就是没吃死也被你气死了。哎呀，爷爷，您别上火，那要论到吃，顾荣他哪儿懂啊，咱不跟他一般计较。
你想想，人呢在这世上就是要吃自己喜欢吃的，要不然多没劲，赚钱有什么意思？对呀，嗯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赶紧吃。哎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今儿这粉跟以往的有点不太一样啊。那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但还是被爷爷您给发现了。今天的粉啊，跟平时的粉有点不太一样。哦，它是用米粉跟魔芋粉掺拌一起做成了螺蛳粉，口感上会有一点点的差别，但是热量去了一大截。真的？对呀，现在这种低碳水饮食可流行了，女明星都拿这个当代餐。哦，女明星都吃这个？嗯，那我也吃两口吧。爷爷，哎，嗯，医生说的话呢也确实对，就是高油高糖确实对身体不太好，但是吧，每一顿都吃水煮白菜，那谁能受得了啊？对吧？嗯，对。所以呢，谁说健康的东西就不能好吃？咱们这螺蛳粉不也很健康、很好吃的吗？像这样的东西还好多呢。真的呀？嗯。你要是想吃甜的，咱们有代糖；你要是想吃酥的，有热风烘焙；你要是想吃冰淇淋了，还可以用香蕉来做呢，一点都不糊弄人。哎呦，还是你贴心，你贴心，是吧？嗯，爷爷，嗯，那这些桃酥能不能都给我呀？我最近工作可累了，可忙了，需要这些高热量的来补补能量。嗯，好，都给你，都拿走啊？哎，都拿走。以后啊，想吃什么，到爷爷这儿来啊。嗯。